才现出是代替台湾的这个旗啊。啊，那这个设计吼，台湾的设计做跟欧洲吼，它类似。这个欧洲，因为咱台湾人真爱欧色，但是欧洲呢真爱欧色，德国，啊，啊，欧美来国家吼，拢用这个。这个欧式，因欧式的代表上因正直啊，正直啊，哦，很直啊，所以用这个欧式来做，但这不是正当台湾的医药，后摆爱来公道，好、哦、不？好、哦，这是啊，正直啦，因为咱即摆去伫这个美国的时阵去办这个酒会吼，就是讲用先用这个医药，因为咱不爱用迄个青天白日满地吼，迄不是咱的医药，伊迄个医药是。中国的鱼啊，哦，所以咱无咧用伊支，迄是中华民国鱼啊。本来这支就是美国国旗吼，美国国旗。这个美国国旗，你看看这支的迄个也做质量吼，啊，真特别。伊这个是美国的政府荷兰的，哦，荷兰这支鱼啊。啊，本来是日本的鱼啊，啊，日本的鱼啊。啊，你看看吼，这个日本的鱼啊，含咱的民政府吼，含迄个也做啊军事占领旗吼，有一点类似。你来看咧军事占领旗。各位，这支旗也是要特别甲大家介绍。这个军事叫咩旗吼？这个红色是啥物意思？日本啊，这是美国去甲咱暗示啦，暗示讲台湾实际上是由日本演变出来。所以，若正当正经要来讲的时候，日本才是吼台湾的这个叫做祖国，不是中国啦，是归是为中国来分掉。但是后尾啊，中国已经将台湾放互日本去啊。啊，日本他我这个州长甲咱讲，东平的所在啊，宜花东这个所在啊，唔是这个叫做清朝的，伊无资格将这个宜花东州啊，这个后山的部分啊来挂人。靠，讲要挂荷兰的时阵啊，唔是你的土地啊挂荷兰，这全世界才无一种，你讲中国人还比这边强。啊，怎啊？我吼日本伊吼发生啥物代志？原住民抵抗啊！所以迄当阵，即摆所写诶即个历史吼，原住民抵抗日本人抬得够厉害，是啥物原因？毋是1895年4月7日，日本含即个大清帝国诶李鸿章诶后生叫做李清芳，伫迄个基隆诶基隆个外海啊，啊，迄个交接以后吼。迄、那个交割这个台湾的土地以后嘛，原住民讲诶，啊，这个土地我原住民的，你来将我的土地交日本人，但是拄仔开始日本人无法抬哦，日本一直到1905年，就是经过10年啊，日本讲诶，啊，你我来所有你拢无咧听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日本才开定国际会议，这个国际会议有请迄个美国，美国挂伫迄个澳门，澳门的迄个叫做。啊，林书啊，叫做李，叫做我用个名，叫做李先德。这个李先德现在请伊来这里开个国际会，因为伊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参与国，因为你美国以前含这个原住民啊，印第安人啊，有斗争的经验，就是研究讲啊，到底原住民伊有主权啊无？研究的结果啊，伊无存活。阮住民敢若部落，啊，一撮，啊，所以，从以前，伫1905年的以前啊，台湾没有主权。400多年来，台湾人毋捌建立过家己的主权。所以讲，台湾有主权是啥物时阵？是在1905年以后，经过10年，日本派部队，甲这里啊做警察。对迄个北平、台北这边啊，就是甲政府甲这个上尾啊，这个屏东的所在，安尼原住民才完全去予日本人家征服，才家统治，变做台湾这块土地100%完全臣服在日本人的手上。所以，鬼迄个时阵，日本人建构台湾主权。所以，1922年啊，1915年就10年中间嘛，啊，1922年。全世界有一个会议，就是这个啊，做伫迄个旧金山啊，有开一个裁军会议，5个国家参加，这5个国家承认台湾是属日本的土地，日本正式建构台湾的主权。啊，这个台湾主权
面对日本人后，日本天皇1937年开始皇民化。这个皇民化是因为《马关条约》内底有讲哦，不是讲这两块台湾甲平和割予日本以后，台湾人就马上变做日本的公民啊，知道？敢那变做日本的居民尔呀？啊，若要居民要变做公民，就爱经过日本的大计多年。啊，伊安怎多年？在1937年，1937年先予你皇民化，就是你爱改姓尔，讲你无改嘛可以，但是伊迄当为着要予台湾人。啊，佫尽量来规划过日本人啊，所以有真侪鼓励处迄个方法。例如讲，你若变做日本人的时阵吼，啊，迄个配置的物件吼，会当买较侪、买较好个。啊，所以一直到这个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伊断断续续有真侪措施。在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颁布迄个天皇的诏书，伊台湾这个方面实施这个明治宪法。明治迄个时期以后，台湾这片土地伫国际法庭上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，一个哦，不可分割这三字哦，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这是为家造成。所以你今日就是照法律、照国际法，把你甲美国救出，甲日本人救出。日本人哦，因为战败的时阵哦，伊拢惊，所以日本人怕大，真正是怕大，因为你看以前日本是足强的，比美国较强的。全世界日本人是努力是第一名，安尼建树发达，所以现在日本啊，看你看哦，伊要1941年的这个12月7日，那伊个起始这个珍珠港啊，伊多少年有出现，啊，所以伊是就讲伊个样，啊嘛无对嘞，伊开始在啪啪啪，拢拢拍嘞，啊，麦克是足气台湾啦，足困难台湾啦，是啊嘛，因为1941年的12月7日啊，轰炸珍珠港。12月8日，为这个啊做兵工啊，迄当叫做高雄啊，高雄的这个机场啊，出动100多架零式战斗机，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啊，将迄个麦克阿瑟做中枢营的克拉克基地，所有的迄个机场内底飞机啊，大瓦架拢要甲歼灭，所以麦克阿瑟惊，迄个日本哦有怕这个，麦克阿瑟出来了吼。叫飞机就飞出来，然后从台湾，那一下子那我都飞，日本人就跳起来，一个就零式战斗机哦，那个也做用，刚刚是类似阿罗米那种，真轻啊，飞机足轻嘞，啊地油吼，一旦飞真济，一旦飞到菲律宾哦，将机油拢带，飞机拢嘛歼灭掉，我飞过跟来台湾，所以特别讲吼，是在那日本人的意见哦，啊是在真了不起啦。那不是你侮辱伊啦，因为即马国民党来到了，甲咱讲吼，日本甲咱殖民统治，其实不是啦，是中国人即马咧甲咱殖民统治啦。中国人即马一为中国一直叫人来，迄未使呢。你甲咱签名未当改变咱的迄个民主的结构诶，所以即马你毁了你毁一家，啊，所以即马中国人是小像啊，足厉害。2000万人叫伊乖啦吼，安尼头壳拢顶袂过，安尼戆戆戆，啊你会感觉真奇怪嘞，啊都明明说2300万，安尼会讲2000万，我无讲唔对啦，其实才1900万尔，中国过来差不多400万，啊这400万是阿啥？咱个公民权利法案吼，即马开始要发新条啦，公民权利法案，咱你新单的时阵吼，第一摆新单继续调美国吼，美国甲你驳回。国旗啊！你比你强，啊！你讲法去，什么今日台湾人马上去到你台湾，你马上会当变做台湾的公民 ，no。但是我哩叫台湾居民，强啊！我问你嘞，美国法律甲你讲，你台湾人是无国籍，啊，那无国籍到有国籍的人结婚，后代是有国籍还是无国籍？有啊，有啊是无？你想看有啊无？无国籍甲有国籍个人结婚，囡仔是有国籍。有啦，有国籍甲无国籍人结婚，生囝有国籍，阿爸问你，台湾已经何必甲你判断讲你是无国籍？阿爸问你，中国人甲台湾人结婚生囡仔有国籍无国籍？有国籍。夭寿个。啊，即摆吼，即个发展就会出来哦，啊有人如果。嗨啦！啊，阮家有人叫中国人，是讲
我走去娶中国，中国啊，中国的这个太太，啊，囡仔变做中国人，啊，但是变反做公民权利法案内底有规定，啊，有两年的规定，啊，过一半就是哈，啊，有一个特别规定，就是有特殊贡献，一旦马上可以变做台湾人。所以咱即摆咧关联新闻片吼，你也看吼，因为咱这个公民法案经过美国了后，美国已经同意，美国接受咱这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外交部方向。即摆开始要听清楚哦，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要发这个护照，你本人以外，内底佫注明一个呾人别，你听无迄个意思，啥物叫做人别？就是你是单位啦。因为咱个公民法案经过美国以后，美国才甲中华民国你开始发这个身份证的，哎，发这个护照的时阵啊，爱写人民，啊，这人民就是 A I T 被审查的时阵啊，你若不是 T W 台湾人哦，歹势，你看人家单单就变好几米高，你知影无？刚这三个月，中华民国的护照啊，有400几个，拢互中国人用迄个台湾的护照变去美国。啊、所以美国即摆吼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前以前个起码报道甲你讲，啊你也是中华民国护照，唔勉强就会当去美国。我甲你讲安尼有无？我同你讲，绝对无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即摆美国是怎啊？单单一本，单单的迄个公民权利法案所发的这个身份证，因为后边咱没发护照，啊，咱要提这个身份证，大致就是讲，你若提咱的身份证是应该是 TW 的时阵吼，你去签证。唔免 interview， 因为你甲我签名啦，你美国甲我签名，我会当理所当然会当进入去美国，唔免交税金。再后摆再来讲，后摆讲好处足多。后来我要来讲这支机啊，是啥物人给咱的？这支机啊，就是，唔是啦，诶，叫咩？这支就是美国政府、美国国安局给这支机啊给咱，正是咱家己设计的。这支伊讲吼，你这支若甲挂起来。美国人看到这支就马上知影意思。这支机啊，就是即摆伫 A I T 伫这个啊做内湖的成立的时候，要成这支机。但是咱未堪的讲，等到伊完成，本来是讲今年要完成，但是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啊做环保署啊，你该找麻烦，所以有真多工程的进度严重的延误。虽然是延误来讲，但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。40个已经在台湾，这边当然啦，恁报告嘛有嘛，电视嘛有嘛，你有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人并无违背伊的承诺，伊讲今年吼，这个 A I T 要成立，啊，这个成立因为你这个迄当阵的这个当兵吼，未有，但是未有来讲，啊，是40个到你边台湾，我跟你讲，信义路三段147号就是 A I T 的主体。AIT 的主址跟后面的和平东路吼，这个后面的路一大片本来是一间下吼，一间下吼，内底起码起一大堆的数量，和美军成立大，所以美军是已经入来台湾，你会当放心。所以美国人若阵这个八百的海军陆战队来入来台湾啊，即个中国非常注重，即个中国伫注重啥物组织呢？不是民进党呢，是咱这个组织。中国非常非常的注重的，咱说过，不是咱嘛讲吗？你台湾嘛不要搞华理独立，你别讲这句话，不是咱讲的啊。从以前到今日为止，啥物人讲华理独立无啊？但咱华理这无话，所以伊是针对咱讲，啊，咱嘛去针对伊讲，这个录影伊嘛在看，所以他袂讲吼，伊在讲，咱在讲，互相讲在讲。政治的谈判就是安尼来，咱要到中国讲较清楚，你中国是中国，啊台湾是台湾，你莫啊即嘛吼，咱讲爱自治有无？哎，最近伊放一个风声诶，伊讲吼，啊恁这个 Commonwealth 就是联邦邦联呐，合法中国来联邦邦联，歹势，照法理来讲，咱若要邦联来是联邦啊，爱合啥？真困难，爱较真困难。换立场起来讲，所以美国人怎样啊？美国人有跟你讲啊，讲我对台湾的领土没有野心呐、啊，哦，对台湾领土无呀？啊，是啊，那一天有的时候，你想问一句，就是奇怪，为什么美国讲对台湾的领土没有野心？
但是台湾的定义现主席是照美国宪法是啥？是个海外领土。啊，那海外领土你去美国，唔免护照呢，唔免签证呢，啊，咱一步一步会做到。所以这个议案呢，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甲国务部甲咱讲，叫咱去做这个议案。所以伫这个高二前边，咱上这个议案上是十天，伊甲咱答应。AIT 呐，关当去一讲这个议案要先的，所以咱即马先来过。因为较高声啦，因为我头仔伫前有讲，美国甲咱现主席啊，伊分做两派，一派是伫支持中华民国，啊一派是伫支持咱。咱即摆非常注重美国的官员吼，若讲唔对啊，马上互伊批。啊，你若要继续，我要来过。我无武器啊，我是啥？法律啊，啊法律上定，你美国人定的，拜托你照美国的法律定的，你家爱遵守。所以美国即摆对咱非常的头痛，但咱也无唔对啊。你看咱即摆愈来是愈侪人啊。啊，咱讲讲哦，伊用威胁咱方不要紧，咱有帮助啊。咱的帮助很准时，即摆台湾看会到啊。你甲看迄天两张相片，迄两张相片吼，迄是九月初八，旧年九月初八去美国办迄个也叫酒会时吼，美国政府正式摕这两张相片互咱，伊甲。上这两张相片的时候，把声调高，把咱的人讲，啊，这两张相片你交给后面的秘书，你就知影意思。这两张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第一张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头前这两张啦。右边迄个人叫啥？黑人，迄个叫啥？奥巴马嘛。啊，边个是英国？啊，伊是指那个圣经的宣誓，啊，就职总统啊。就这总统，咱民政府给的礼物是啥？伊变做苹果，所以伊非常受气呢。卖讲伊哪受气，这边哦，伯伯刚去找迄个蔡英文的时阵哦，迄伯伯讲啊，我再一摆骂到蔡英文讲，哇，这个组织哦震撼，我的迄个奥巴马去总统就职的时候，开迄个第五个单位的会议啊，第一项就是讲这个软弱性改革的。这个代志，所以这个代志，我都要知影讲，哎，这个有效，够有效，啊，那继续搁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继续搁做吼，伊无做都未算。啊，过来证明这张，迄是啥物相片？你知影吗？迄是日本拍的，是咪？日本的风光啊！我来讲一讲袂哦。其实，今日台湾的地域啥？日属美债，要搁上日本的土地啦。啊，但是美国占领，啊，这个中国就理解啊。全世界，若要甲伊建交，拢叫伊讲来，你来参访，台湾是我的。人加拿大甲讲啥？台湾讲是我加拿大的，我边仔讲伊是伊的。敢若何伦头仔讲一句话，全世界有人讲，咱两个伫相拍，啊讲拍赢的讲计价，你跟厝边骗你，靠这个代志，你咧听无？台湾是日本的土地，啊美国甲。这个日本的去战争，啊，美国含这个中国，甲迄个英国签一个合同讲哦，啊，咱三个战争以后哦，啊，什么人上号哩？迄是叫欺负处理的呢。啊，两个查甫男生啊，看到一个查甫讲，啊，来三个人拍赢，迄个才变。那我呢？这两只简单哦，你就听我啦。啊，但是呢，我若讲这种来做的哦，你就听我讲的意思。但是你若讲开罗宣言，你看无嘞？你听无嘞？哦，中国讲，伊去迄个蒋介石叫，迄是叫袂见啥？1941年11月7号，伊站起来讲，我将所有跟中国不平等条约取消。到底一赛无？不平等条约取消一赛无？当然未赛嘛，咱两个结婚。明仔载要讲我们那个结婚取消，你要来取消，你来经过啥？法院判决，对不对？还是法院的判决？条约签了后，讲伊要甲取消就取消。咱细汉时阵，拢感觉讲哦，像是这蒋介石有道理多啊，哦，取消不平等条约，无迄个代志啦，未使取消啦，迄个合约要搁伫咧啦，所以呢。讲较白，你今日马关条约也好，吼、哦，五经创和平条约也好，除了讲你中国占领，你甲人签的时阵，
日本人也沒有拿那個錢去壓迫那個中國的皇帝說、欸、你的車沒有了，你可以賣車嗎？啊賣車嗎？他這個國家滅亡嘛，他沒有滅亡，他說我用這個土地給掛掉，啊你不要再打他，啊人當然了，這是世界中國的人。啊今天輕鬆一下，我因為明天就要來起立，起坐，起立，请坐。